好，我是非正规实习生 Uni。大家喜欢这次万圣节潘朵拉的造型吗？她在 ZX 系列里面被称之为魔女，所以由她来担任万圣节活动的角色，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合适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潘朵拉吧。在 ZX 的世界里面，曾经出现在 Zero 系列的角色雪儿，当她发现魔蛇公司的赛鲁邦想要利用太空站诸神黄昏的碎片时，她着手制造出四大天王的生命金属，分别是 Model H、Model F、Model L、Model P 以及 Model X 与 Model Z 等六种生命金属。而先前提到的 Model V 则是由诸神黄昏的核心碎片改造而成，但是因为拜鲁博士的邪恶意识依然残留其中，对后续的适合者，也就是潘朵拉和普罗米修斯，持续性的造成影响。而他们的身体部分因为和 Model V 永久融合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 ZX 的主角们一样变回自己的身体。而因为 Model V 里面有拜鲁博士残存的意识，两兄妹也各自继承了拜鲁博士一部分的个性。以上解说是不是让你对潘朵拉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？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规情报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